我今嘛吼，讲食一个藻基粒，哎，厉害的哦。藻就是大地的牛奶粉，而且它的氨基酸是所有的全食氨基酸完全都有。嗯，你知道氨基酸有二十多种，然后其中必需氨基酸大概有八种到十种，里面都有。必需氨基酸是我们人体没办法自己合成，一定要靠吃才会有。哦，你没有吃到，刚才我们摆那么东西，你没有吃到，嗯，就少一个氨基酸。氨基酸是人体的积木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构成身体的所有的组织都是靠这个氨基酸一个一个堆叠起来，你少一块，积木少一块就垮下来。这个藻基粒是适合运动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老人家甚至素食者通通都可以吃。一般上班族真的没有时间去运动，也很少在运动后马上可以喝一包了。对，我会建议啊，你一早起来你就300cc到400cc 的水给它冲一包，那你就有一个基础的热量补充进来。对，然后你忙忙其他事情，然后再接着吃早餐再上班。